梁飞杀了高剑锋，现在酒店那边全乱了，日军正在追击梁飞。走，去看看。 报告少佐，杀手就在箱子里，堵住所有出口，一个也不能放出去。嗨，走！搞这么大动静！梁飞，前面两个路口全是鬼子，怎么办？飞哥，东边有好多鬼子，我们被包围了。 靠近于工厂，是以前的德国租界，所以下水管道四通八达。所以，梁飞一定会通过下水道逃离敌人的包围。整个青岛的鬼子都被调动起来，这个梁飞胡作非为，给我们造成多大阻碍？追上他，跟他说了说他，走。 可真够臭的！你也太娇气了，这点臭我都受不了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兄弟，你要干什么？刚救了你，这么快就翻脸了？你真的是梁飞？刑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在下梁飞。你爷爷是济南金刀梁敬天。没错，不过他已经被小鬼子杀害了。 你们这个干什么？你在就好。怎么着，还想在这比试比试啊？你要想比武的话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小鬼子就在附近。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冒我的名杀高剑锋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虽然是你贴的告示，但是能杀小鬼子的不止你一个人。 我这是守株待兔，一举两得，将计就计，逼你出来。你为什么就不走？沧州铁枪尚佩安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尚佩安？谁呀？尚佩安。有点意思。子强，黑子，这件事情你们都别插手，到外面等我。不是，这是命令。黑子，走。你小心点啊。 罗大龙，注意警戒！哎，梁飞没事吧？
上家功夫果然名不虚传啊！程少，上少校，你不是回重庆了吗？怎么又跑回来了？你刚才叫他哥，你们俩不会是兄妹吧？上校，你怎么会在青岛？回去再说。杨飞，码头的事没完，你就去杀高剑锋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整个青岛被你搅得天翻地覆，是不是想重新破坏我们特战局的任务？ 你好浑水摸鱼啊！高剑锋的事儿，你应该问问你们这位仁兄。高剑锋是我杀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看看真正的梁飞到底长什么样。梁飞，其实我心里知道，要不是你先动手把鬼子引开，我上级无可能早都没命了，更谈不上杀高剑锋了。所以这里边也有你的功劳。别了，我梁飞这人有个毛病，是我做的，我绝对承认。 要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不能接受。就像码头这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梁飞，但是码头这件事儿，你必须要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。还有，既然我们照面，那就要把话说清楚。我们两家的恩怨必须解决，等我的事儿了了，咱们再一决高下。走！哎。 走了。 这人谁呀？我刚到特战局的时候就听说特战局有个高手叫尚西武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，说是一直在东北工作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尚西武跟你刚认识，怎么就打起来了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回去再说吧。走，走。30年前，我爷爷梁敬天跟上家铁枪尚佩安曾经有场比武，那次是我爷爷赢了。 而尚佩安因为重伤不治，不久就去世了。我爷爷因为内疚，也退出了江湖。没想到这小子会是尚家的人。哎呀，江湖啊，就是是非多。我还跟你们说，这个尚西武可不简单。这次呀，你算是遇到对手了。这我倒不担心。不过这小子我看啊，是一个坚定的抗日战士。可是他是国民党啊。 这重要吗？他跟徐宗勉可不一样，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才会有这种气质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个上席纹身上也有这种气质。这对兄妹有点意思。会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？应该不会。特战局现在的麻烦比我们大，不过咱们得抢在他们前面，把他们丢的东西抢过来，才能洗白我们自己。局座派你来青岛处理此事。 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致电重庆询问。少兄，3年没见了，还是这个性子。我当然信。好啊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今天看梁飞的样子，我断定东西不在共产党手里。我们还是盯着小鬼子吧。我建议少兄不要这么肯定。别告诉我你连这么基本的判断都没有。 就算系统真在日本人手里，但是我不明白，尚兄为什么冒险去杀高剑锋？因为只有杀了高剑锋，才会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梁飞身上。高，既然局座派尚兄来主持，那我就听你的安排。大家都早点休息吧。 哥，希文，你怎么来青岛了？明天就回重庆去。这次要不是严局长说你在青岛，你以为我会来？你说什么？只有我才能辨认动力系统的真伪。
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偏偏喜欢弄枪弄炮，下不为例。以后绝不许再来地战区。知道了。哥，你怎么会和梁飞交手啊？上梁两家的世仇，难道你都忘了？平水，让你守住高剑锋，不能离开他。你竟然让他离开了你的视线。对不起，是我失职。因为当时现场太混乱，又突然出现两个梁飞，这应该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，故意把我引开，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对高先生下手。鱼雷动力系统的样本现在怎么样？请您放心，在我这里非常的安全。后天，这时间也太紧了吧！咱们得尽快想办法，让小鬼子这个烫手山芋给扔出来。要不这样，我去趟宪兵队，把这件事给他们弄大，逼他们就范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宪兵队，东西在他们手上，我们永远拿不到，只有逼他们赶紧出手。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就是来干什么的。看来今天晚上经过我们这么一闹，宪兵队的小鬼子是坐不住了。咱们可以趁乱把东西抢回来。东西是我们特战局的，你不能抢。我为什么不能抢？不是你们特战局冤枉我杀人抢东西吗？我要不把东西拿回来，我怎么证明我自己清白？梁飞，你别以为你自己真的无所不能。不敢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是为了抗日。我们两家是世仇，现在你又要抢我东西，于公于私我都不会放过你。
哎，我说你这人脑子不会转弯吗？怎么那么固执啊？你要干嘛？怕了？我会怕？住手！你来干什么？我看你一个人来宪兵队，我不放心就跟来了。我做事儿，你少管。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这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呢？ 回家去！哎，哥，你们俩都见面了，这不能商量一下怎么把东西拿回去吗？你看看，你妹妹都比你识大体。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吃面条就得就大蒜。你们共产党人都这么吃饭？你们国民党不吃饭？我看你干脆把那些蒜都装你兜里算了。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，你说我装蒜是不是？哎，我是尚小姐。 你跟他怎么这样啊？他对我成见太深了吧？不过说实话，我觉得他这人不错，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。既然咱们的目的都是打鬼子，来交个朋友吧。我不交朋友。你这人真没劲。邵小姐，你既然是武器专家，能不能帮我再做个炸弹？什么炸弹？就像上次救成斌那样，能在水里爆炸的。东西没问题。 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不过想知道我的主意，得先成为我的朋友。为了打鬼子，为了杀鬼子。好，既然是朋友了，我就直说，你上次不是假扮我杀了高剑锋吗？这回，咱们再联手，演绎出双簧，给他们演绎出真假良非。 我不同意，咱没啥非要跟特战局的人合作呢。特战局里有好人吗？我说的不包括你啊。解释晚了，已经包括。那我换种说法，特战局里的好人不多行了吧？杨飞，你都有主意了，那咱自己干吧。如果人手不够，咱把当地的人全都集合起来。黑子，这又不是正面战场，人多没用。彩霞说的对，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。 重庆那帮人既然在青岛，不让他们出来溜溜，我怎么对得起自己啊？我说你心怎么那么宽呢？你才认识他们多久就合作，他们可靠吗？可靠，我看人从来不会看错。尚奇五兄妹，绝对是抗日立场坚定的人。上级不是有指示吗？让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。还有，咱们一定要比特战局的人先拿到那个鱼雷动力系统。 总之，我不同意让梁飞参与进来。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眼下最重要的是任务，其他的先放一边。我劝你最好还是放弃成见。好，既然你如此相信梁飞，一旦行动中出现什么差错，你担着。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一力承担。但是完成任务之后的功劳，也是我一个人担，如何？ 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告诉我，你们特战局来青岛都来了谁？来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该套上。妈，我说。哎，怎么好像少一个？ 上次那个跟我过招、挨了我一拳的那个人呢？他要在的话，我想跟他当面道个歉。少谁了？徐队长，昨晚我出门的时候，您应该是嘱咐过小刘要特别关照我们吧？他人呢？
你派人盯着我，哎，我也是出于好心。这个人不会一晚上都没回来吧？，鬼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，可能去喝酒了吧。 商量什么？赶紧撤吧！哎，我说梁飞，你数耗子的，胆儿这么小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上队长谈，不跟你谈的原因。你想留就被小鬼子抓，你就留着，我先走了。收拾东西，马上转移。 动动脑子，杀鬼子，抢回箱子里的东西，别再有兄妹的抖机灵。我也是好心，我看你是没安好心。哎，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，再告诉我。 这么快，完蛋！要是梁飞也就算了，你们连个特战军的人都逮不到。东西呢？在保险柜里，他们不会再来捣乱了。东西，明天必须上船。我想，他们也会想到了。我们必须要做到各种防备。你要的东西？哎，这么小啊！ 分量够吗？引爆的时候呢，你记得站到80米开外。好歹你梁飞也是个抗日英雄，这真要误伤你了，我也负不起责任啊。上小姐果然是武器方面的专家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年轻就混他少校了呢？<笑>混成少校？<笑>对不起，我口误。<笑>你要的东西我可是给你了，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的计划呢，都在这儿，明天到了码头你就知道了。 如果这个东西到了咱们帝国的土地上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，我就可以专心对付梁飞。景尚君，我跟你安排的事情，你都安排妥了吗？沿途、码头都加强了警戒，如果梁飞敢出现的话，必定让他有死无悔。只要船离了岸，梁飞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没有用。你有所不知，当年我哥哥就是离岸之后。 被梁飞所杀，明天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只要梁飞出现，一定要拖住他。梁飞诡计多端，他真的会明知道有陷阱还会出现吗？如果梁飞明天不出现，他就不配叫梁飞了。尚小姐跟我说过，那个东西就这么大，小鬼子真要藏起来，我们谁也找不到。 所以，小鬼子只要派出几路人马，我们就会找不到方向。从鬼子军部到码头，不管怎么绕，最终都要走这条路去码头。特战局的人会在这里埋伏小爷，姓徐的本事我信不过，不过上席无我信。这只是第一个梁飞，第二个梁飞就是黑子和大龙，你们出马的目的就是打草惊蛇，能抢就抢，抢不到也别蛮干，要把动静弄大。小鬼子如果还有第三路，猴子就是第三个梁飞。 不管哪一路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把小鬼子往码头上赶。只要把动静弄大，鬼子就会在码头上放松警惕。我会在码头上等待他们。不管小鬼子怎么绕，东西最终都会送上船的。乗船したらこの箱を船長に渡すんだ。彼がこれを日本に持って帰る。もし何か問題があったら必ずこの箱を処理する。
鬼子出动了，我朝小路过来的，他们应该快到这里了。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着急出手，先看看他上一级武怎么办。等他撑不住了，我们再上。一切听我命令行事。明白。 梁飞，是你吗？不要做缩头乌龟，有本事你就出来和我决斗，你知道吗？你爷爷当年是怎么让我哥哥给杀死的？ 出来拿，要不然神机就出来！出来呀！啊！梁飞，你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，拿回你要的东西啊！ 东西我们都守了，好。为了拿到东西跟上司邀功，你竟然置战友的生死于不顾，你这么当队长的？哎呀，上兄，你误会了，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吗？当然了，这功劳也有你的一份啊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哎，干嘛去？别高兴太早，我看那箱子有问题。 站住！
那个人，我刚才跟他交过手。新闻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管我，听见没有？我很严肃的跟你说。知道了。所有人都上去了，都上去。各路都被袭击了，梁飞会去哪里呢？唐警呢？已经上来了。好像情况不太对啊。什么意思？ 梁飞要是得手了的话，我交给他的东西，应该已经派上用场了。炸弹！梁飞！看来我得打把手了。待て！ここは通っちゃいけない。自分の位置に戻れ。 有关航班に着いたら軍が受け取りに来ます。この船にある以上、出資する。お疲れ様です。誰だ？你以为东西拿上船，我就得不到了吗？ 告诉你，这东西只能留在中国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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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上来吧。 赶紧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可没保证说一定帮你把东西从船上拿回来。以你梁飞的性格，没看见东西，你会扔那煤渣弹吗？站住！哎呀，我说你这样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刚才还在那拉我一把，现在又拿枪对着我。 你什么你啊？问你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我从这儿上来？我根据炸弹爆炸的时间推算出了你游泳的距离，这个时间内，只有这儿才能安全上来。本事不小啊！梁飞，我告诉过你，我必须要看到动力系统。放下说，想要东西啊？那就跟我走吧。 现在恨不得一枪崩了你！我也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哎，两位队长，都是为了任务，你别伤了和气。少秋，你真是误会我，你心里打的小算盘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想先我一步拿到东西，好像上次邀功。 现在任务失败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回重庆交差吧。哟，怎么就你们俩？哎，梁飞，他可是重庆的人，你怎么领这儿来了？重庆怎么了？彩霞原来不也是重庆的吗？哎，正流血呢，赶紧纱布。怎么受伤了？箱子。梁飞。 用货吧。这什么破玩意儿啊！让我们费那么大劲。闭嘴！怎么样？是真的。好了，东西我拿走了，谢了。哎，箱子你不能拿走。我提醒过你们多少次，不要相信梁飞。怎么样？折腾了大半天。 竹篮打水了吧？我说他已经在船上把东西拿到了，你信吗？拿到了，拿到是好事啊。可是上兄，你可是咱们局里的第一高手，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回重庆，恐怕上兄的脸上会挂不住吧？你不用拿梁飞来激我，东西我会从梁飞手里拿回来。 我警告你，这种窝里横的把戏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梁先生什么意思啊？这小鬼子抢了你们的东西，杀了你们的人，你们就怀疑我，连调查都不调查。我要把这箱子亲自送到重庆去。
闪电。在那天空，热血冲破胸膛已沸腾，展开翅膀卷起风暴，勇往直前，要大地听到我们呼啸，想要飞翔在那天空，追寻那心中的太阳，展开翅膀吹散乌云，勇往直前，照亮我们昂首阔步，勇往直前。我们迎着阳光，阳光一路向前，从不肯回头，抛洒热血只为心中太阳，纵然付出生命无怨无悔，手挽手肩并肩向着烽火，为了生命我们全部在那天空，热血冲破胸膛已沸腾，展开翅膀卷起风暴，勇往直前，让大地听到我们呼啸，想要飞翔在